哎呦，要了命了！哎呦，得嘞得嘞得嘞，哎得嘞，哎，不是我这方便你也跟着进去啊？你回去伺候局吧，没事啊。咱们之前说好的，你不能言而无信呐。这样吧，您给我5000两，多少？5000两，太多了吧？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我才卖你10000两，要你一半的定金，不为过呀。这样，兄弟，我先给你1000两，余下的3天之内，我一定如数交给你。就在这儿，拿出来。